全部都看回去，我走了。原來大園街市就喺隔離，哦，頭先嗰個就係呢度嚟嘅。
翻出嚟呢度添。食路啊！啊呢邊啦，我全馬路先啦。那邊我好像去過一次，吃過一次飯，不過我們都走回那邊，去回大埔中心那邊。
呢度就是大埔廣場啦，許留山執咗。大埔超級城原來喺度嘅喎，咁得意嘅呢間嘢，炮仗燒肉。
喱至尊，我好似喺中環都食過，幾好食嘅喎。咦，依家鹽焗雞我好似食過喎，好出名嘅喎。江東雞啊，東江雞。呢度都在大埔廣場，純粹想過去涼冷氣啫，太熱啦實在。呢個咩地方咧？係唔超級市場咩？我話你唔同㗎，係啊，好超市。
是很大的。好了，这段片就到这里，纯粹只是求其行下大埔，看看大埔是什么样子。咁啊，大家都明显见到我唔好识路啦。前面就大埔超级城，原来好多期嘅黐埋晒。好啦，拜拜。